旺角分店开张啦！而家报读任何课程即减你100蚊学费。李香兰周星驰伴奏版啊，呢首歌真系不得了，好多人睇我拳拳系冇估到噶。咁啊，首先想讲下咧，就系喺佢条片入边咧，佢弹咗 G key 嘅，咁但系咧播咧吴国敬咧系唱咗 C key 嘅。咁我嗰阵执咧就执咗个 C key， 执完之后发觉低咧就系我唱得好辛苦，高咧就系我又唱得好辛苦，咁啊濑嘢啦，最后就系、是、咁，所以大家可以玩 C key 又得，或者你玩 G key 当然会唱得舒服啲啦。咁因人而异，冇所谓。咁既然我弹咗个 C 啊，教个 C 啊，都唔容易弹，因为先讲第一下懒型嘅。其实左手揾到八度，最简单左手右手一齐都揾八度，叻啲嘅，俾晒成个 full chord 我，净系呢下型啦。OK， 跟住。淡返支煙先，跟住然後第一句OK 咩嚟嘅呢？喺右手我完全覺得唔困難嘅，就係、是、咁記得上網 download 份譜先啦，份譜寫得好清晰，你哋識睇㗎啦。我今次教呢會 exactly 跟返足佢嗰個戏版，即系开头系弹 solo， 之后系唱，满足晒你哋所有嘅愿望。如果你哋自己中意嘅，可以斋弹一个伴奏都得，就照跟翻我右手已经可以噶啦。就譬如系老春风，我心因何老春风？盼找到，即系类似咁样嘅玩法，你可以两只手玩啦，都得。OK， 每次唱手段我都好想即唱啲核突嘢，成日都一系就苦穿窿，我心因何苦？即系呢啲咧，不过太低俗啦，我都系唔好影响我嘅形象。OK， 咁啊，唱可以咁样做啦，咁然后可以睇下一个系 solo 版嘅 ，solo 版就系、是。咁样，所以特别难嘅地方反而唔系右手，系左手 A minor。我用咗个 E B 系一个主音嚟，有几个 chord 都会咁弹嘅。OK， 亦都系靓嘅位置，亦都系好多歌你哋可以试下咁样玩，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讲一五三或者，你就每个 chord 都会转，但好特别，今次系头三个 chord 我都系咁样样，听落去咧迷迷地好正啦。
OK， 咁啊，斋练你只左手咯。你发觉揽得好远，所以头先我话你玩伴奏都可以，咁样都 OK 嘅。OK， 好啦，然后去到 E， 咁你见到我用咗五线谱写俾你，其实唔一定要跟足我个五线谱，纯粹因为我有做埋个 melody， 咁份谱分开上下会好睇啲咁解啫。你可以当 chord 都得噶啦，当 chord 都得，即系譬如我去到你可以咁噏，都可以嘅。咁所以头先我玩咗个就系 E minor。F a D G 7随你啦，睇你自己个底子，弹 chord 又得，弹翻跟足个五线谱都可以。然后就 A 咧一个 fill in， 因为跟翻足佢嗰个电影版，超二呢个。叻啲就玩啲和音啦，OK 嚟多次喎，跟住呢度就唱啦，夜雨洞 ，Broken Clock 仲易啲添。OK， 玩咗个食音，其实左手玩咗个泥牌嘅153 G7， 其实都系玩紧啲好正常嘅嘢。如果我哋 G153 就系7。所以我作得两个半度，哒哩啦哩啦啦啦哒哩啦。OK， 食咗仔，A minor， 哦，低咗仔，高。如果你部琴够低就再低八度，因为我个 cam 唔够低。好靓啊，好慢嘅成件事。OK， 呢段我成段去玩咗一个好简单嘅 broken chord， 其实主要个 pattern 我就系想八分音符，好简单嘅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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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bang， 你咁样得噶。路牌啦哩啦照片中，唔记得歌词，啊唔系，系真系唔记得歌词。哎呀，啊竟然真系食咗我一个剧情。然后啦啦啦啲。总之就是慢的，一定要慢，一定要八分音符，因为后面你就扯了啦，要很明显有个对比。我就玩了一点食音，跟住就气郁啦，啊！见到份谱已经会惊嘅地方，好呢度完咗 ，OK， 前面嗰度解咗先，我觉得好容易啊，唔难嘅。好，去到副歌部分教过噶啦，100% 上钢琴伴奏系列嘅分解和弦教过嘅，我玩咗个 F major 7 151
我哋分开六下六下咁样嘅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左手玩一五一，然后高八度，然后手指尾加多个音落翻嚟，加个音翻翻落嚟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OK。OK， 留意一下就系我哋需要系有十六个音嘅，咁变咗一二三四五六。一二三四五六呢度十二咯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所以啱好就系翻嚟呢四下，啱啱好会十六分音符砌晒嘅。而特别嘅就系，因为个重拍听落去系三嘅，即系我哋成日玩嘅 one two thre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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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所以听落去你觉得又唔似平时嘅十六分音符嘅。如此去推，喺 E minor exactly 一样，都是我哋玩过嘅无敌曲 E minor seven。D minor。跟住 G 嘛 ，G seven 都靓啲。C。E。咁其实成段你会发觉系，你可以望翻频谱啦，或者你揀一啲你自己熟啲嘅音，譬如有啲人系 classical 底嘅，你 classical 底可能你真系即系咁样熟啲，你咪咁样弹咯。咁但系否则睇开我个片，成日想练啲 arpeggio， 但系就冇乜机会练到嘅咧，睇呢个呢首歌 OK 啊。变咗就系唱唔到个高音呢度。同埋彈住唱其實係好難嘅咯，我想講。誒黐線你好似。曾發生美夢，如冰雪不凍，卻像有無數説話。可惜我听不懂。OK， 重复一样吓、是杯酒渐浓，或我心呢真空，何以咁震动啊？OK， 咁呢首就系一首《李香兰》，副歌部分系要练，其实系好弹嘅，其实好简单，但系你要练啦，应该咁样讲。协调咧，手可以调真系更加系好困难添啦。你好玩多几次，你就可以好似我咁玩住嘢唱都得噶啦。如果觉得真系好难嘅话，真系想斋唱嘅话咧，无敌 chord 搞掂噶啦。呢个系佢个 chord 嘅 progression 系有啲似习惯失恋嘅容祖儿，咁就系、是。像花衰美红，如冰衰不动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啊，是杯酒渐浓，好高嘛？或我心真空，何以咁震动？咁、你发觉四拍四咁样夹，你系可以 focus 喺唱，系会唱得好啲。OK， 咁、就系咁啦。记得 download 份盘啦，有个 finger style 吉他版都会搞添。拜拜。